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晨晨。里面无懈可击，看一下会不会死？哎，看记录条就知道，直接阵亡。就张扬被打的一点脾气都没有啊！就另外两个反对阵亡了，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我们来看第二把，第二把是一个潘叔，北系制裁。潘叔这个叫我们好像之前做过一期他的那个视频，所以技能也就不说了哈。不知道技能的朋友可以稍微去翻过上去上一期去看一下，不过这个将出来比也有些日子。里面细致裁潘叔那还是很强的，因为潘叔是有那个威仪的嘛。细致裁这个将呢，我就挺讨厌他，但是你不得不说他确实有很多很好的一些配合。这边啊，两个反贼，你乃上将潘凤，可斩潘叔。呵呵，这边继续，这里九杀贾诩，南蛮入侵，看看，制裁确实有挺多配合。其实细制裁，配布置是很强的，但是我感觉好像很少有碰到，可能现在玩布置的人也少了吧，毕竟军巴那些将。强度也提上去了，布置这个能力，就布置属于那种有配合它就很强，没有配合的话，只能说还行，都算不上多强的一个将。就布置是一个很适合打配合的将，配什么刘备啊、细致裁都是相当厉害的。这边吃糖，野豆，
里是好像直接是跳了五个反贼，我看录像的时候记得这边五反是直接跳了，确实啊，内奸直接跳的，这种局内奸就只能直接跳了，因为你培养区太强了，应该是这个陆逊中，另外就直接跳了五反，你这个攀书屁器才确实有点强，而且反贼还有一个吉祥物攀凤在这儿，对吧？你就感觉攀凤也干不了什么事儿，最大的用处可能就是给主动三张牌。哦，这陆逊是跳的反是吗？刚刚跟大家讲那个是彩去了没看啊，我的锅拍录像的时候反正记得是内奸就直接跳反了。这边享乐绑拳，哦，那么是曹冲，哎，曹冲中，哇，这边判直接判了一个袍子啊，这还是有点恶心的。大家有没有一种感觉，就是自己玩戏之财的时候看的老是黑，也没有酒，别人玩戏之财的时候看的老是红，还经常有桃子，是不是有这种感觉？不瞒各位，我也有，你就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其实还是算了，就不要讲那么科学道理了，老娘就是运气不好怎样。急的，刚刚是天度到了一个，这里
建军良辰，竹镜器，奉应给到施世才。这边甘宁是接招吧，你的牌太多了，在干啥呢？诸葛果这把将面开，将面也不是很强，将面还行吧，就司马徽二元，施世才还可以。庞统、诸葛果、甘宁和纪大乔，这个在军八的强度确实相当的一般啊。这边就开始自己的表演，周公吐哺，天下归心。砍砍砍就完事儿了。这边继续，司马徽用普通杀，因为他不吃蜀军伤害嘛。再打，基本上就是清场了嘛，像这种。就神曹操，你如果能什么第一轮上来归心两次，我还是不错的。神曹操其实个人建议吧，更适合玩一些飞进卡方，因为你可以刷牌嘛，就刷一些什么铁索属性杀或者火攻啊什么的去打自己。但是你在进卡方的话，尤其是大家比较会玩的话，我觉得神曹操其实没有多人吹的那么强，因为它毕竟是有限制的。就是首先你要考虑到队友打不打得到你的情况，其次是神曹操是人越少他越弱的。因为他还是要靠归心的一个大牌差嘛，你如果三人局四人局的话，神曹操就强度就没有那么的高了。好的，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啦，感谢大家观看的支持，给勤劳的晨晨一个三连吧，交出你们手上圆圆的东西。好的，我们下期见喽，拜拜。